惠州终于主动向深圳示好了。近日广东宣布维管全域划入深圳的都市圈了。今年惠州频频主动对接深圳，日前更是在深惠产业协同创新对接交流会签落了72宗大湾区项目，投资总额超860亿。惠州不单止要合作投资，还提出要和深圳携手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。例如说明确表示要加快深惠城贵专案的前期进度，支持深圳将城市轨道交通延伸至临深片区，协调助推赣深铁路、深汕铁路等，仲话要争取开通深惠汕海上客运航线，争取开通粤港澳游艇自由行，大力推行惠州干线的机场建设，发挥深圳第二机场功能。哇，仲唔系海陆空全面接轨，一直都好似事不关己嘅惠州，今次可以讲话系诚意十足。睇嚟呢铺机遇十分之难得，如果再唔揸住，唔知道要等几多年先可以超越东莞。惠州系时候发威啦！关注我，了解更多大湾区的资讯。